眼看只有一个猎人跟了过来 ，Dream 直接故技重施，再次逮到了落单的猎人。Come here, man! Come here! Run away! Run away! Run away! I'm really bad. I'm coming. Okay.由于这次发育比较顺利 ，Dream 打算先一步进入地狱。进入地狱后 ，Dream 把传送门整个围了起来，然后开始制作爆炸陷阱。可怜的猎人又一次被送回了老家 ，Dream 也不犹豫，径直开始寻找地狱堡垒。击杀烈焰人后 ，Dream 梅开二度，直接在拐角守株待兔，成功解决了一名猎人。What? Found a fortress. Oh my god! Oh my god! Yes! No! 然后 Dream 制作了三瓶力量药水，开始向传送门处返回。他看到猎人守在地狱门周围，于是一路悄悄接近，喝下药水，开始正面硬刚。Yes！ 解决掉猎人后 ，Dream 返回了主世界，猎人们再次将他团团围住。Oh my god！He's gonna one shot me. He's literally, I'm on one heart. No! Come here, bad. Come here! Yes! Wait, is this potion? He has no potion. Oh, yeah, I'm low.脱身的 Dream 开始寻找末地遗迹。他一路翻山越岭，正当他在山顶整理装备时，猎人从背后将他打落山崖。Kill him.
Dream 在逃跑过程中躲到树后喝下了第二瓶力量药水，局势瞬间反转。力量药水到期后，猎人们开始进行反击。正当他们追得兴起， Dream 拿出了最后一瓶力量药水。在第 N 次团灭松饼小队后， Dream 跑到丛林中制作了隐身药水，然后来到了末地遗迹。他喝下隐身药水，明目张胆地开始接近传送门。传送门激活的时候，猎人反应了过来， Dream 只能先行撤退，不断利用地形优势对猎人逐一击破。在击败所有猎人后， Dream 通过传送门进入末地，然而刚一进去瞬间便被岩浆包围，这是猎人们提前准备的陷阱。What was that?